现在我们就上了卡塔尔航空，已经很晚了。我们这次坐的是商务舱，我要过去看一下这个后面一个很酷的地方。哇，你看有没有很酷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飞多少个小时？我们等一下要飞多少个小时？然后去多哈，多哈再转机。后边真系好靓啊！哎，小麦在。啊，他一直拖着一个蜘蛛网在行走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在下去啊？电梯啊，不是。在那个瑞士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城市，这个水真的是非常的清哎，还有古老的天。如果我同你头相机跌咗落去，你救边个？相机。好嘅，拜拜。我哋而家准备食饭。